真的不用再忍受，只可惜经历之后才要把负担穿透。这是我的生活，那不是我要的生活。这是我自己，但又不是我想要的自己。生命的意义究竟何时能够参透？有多少人就甘愿这样平凡的活到最后？欢迎过后，有无止境的灿烂念头，在安排事物之上上举双手。哈利路亚，我赞颂你的名。女人的罪能通过圣约的国度降临，绚烂的天空映照大海之中，才照在无尽的梦，缓缓升起的头。再后我没有任何感觉。伤痛人埋怨，为了存在，为了存在，谁会期待能够了解？大海之中，谁来替我降落？不明白为谁而活，也许的全是个人沉迷后忘我，有多少人会违背良心的谴责，还沦为自己问心无愧？ Fuck